千里边防线上，年轻的白衣天使留下了多少青春岁月？风雪巡线途中，难忘的经历磨砺了他怎样的人生品格？一回雪地午餐，一个含泪的微笑，讲述了哪些动人的故事？一次次救死扶伤，他又收获了一份怎样的尊重与真情？军旅人生本期为您播出，樊宁丽，月照边关。讲述军旅故事，分享励志人生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军旅人生：寻找最美军嫂》系列节目。喀立恒是位于中国与蒙古边境的一个小村庄，在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，有一个小小的机务站。小站常年只有三名成员。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军嫂樊宁丽就是这个小站的一名编外成员，当地乡亲们亲切地称她叫月亮女孩。多年来，她带着儿子小如意与爱人梁明贤一起驻守在中蒙千里边防线上。这次我们寻找最美军嫂摄制组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，从乌鲁木齐飞到阿勒泰，从阿勒泰坐4个小时的汽车赶往富蕴县，再从富蕴县驱车近200公里，一共赶了3天的路，行程近5000公里，才见到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军嫂樊宁丽。我叫樊宁丽，今年29岁，来自陕西宝鸡，是一名边防军嫂。我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。我现在放弃自己的理想，来到这个安静的小站。每天和老公孩子出去一块巡视线路，也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。扒好了手啊，现在有点松了是吧？那个卡扣你也慢一点，能这样陪在他身边，支持着他的工作，也就是我最大的开心吧和幸福吧。每次走到那个戒备跟前，就觉得忽然间肩膀上的担子也特别特别的重，一看到那个国门，我真正能体会到老公的担子和责任心吧。帮乡亲们看病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。我觉得用多少金钱都买不来这种快乐。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会还会继续选择驻守边疆，默默地支持他的工作，支持他所做的这一切。从2004年樊宁丽与梁明贤认识的那一天起，这种快乐就充斥着他的内心。为了爱人，他毅然放弃了稳定优越的护士工作，跟随梁明贤从城市到边关，从军营到小站。都说边疆艰苦，可樊宁丽却喜欢小镇的那份宁静与恬淡。每次和爱人一起巡视边防线，都是他最幸福的时刻。老班长，咱们这个地方是中蒙边境是吧？对，你看我们对面那个山啊，一翻过那个山呢，基本上就到了蒙古国了。喀立恒呢，它这个就是一个蒙语，它翻译过来呢，它就是一个风口镇的意思。这个喀立恒就是一场风啊，从这个春天吹到秋啊，冬天还在刮，风雪啊刮在脸上就像那个刀子在划一样。我们主要的任务主要就是维护这条这个
甘露，和这上面的这个光方方了。我们这个哈里亨这个小站啊，这个作用呢非常的大。我们的医疗在这里住着，它必须要有通信，通信必须要畅通。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大概就是3到5天，我们需要巡修一次。每次梁云贤巡视线路，也正是樊盈烈最放心不下的时候，所以每次他都会帮着梁云贤递递工具，打打下手。久而久之，樊盈烈就成了丈夫必不可少的好帮手。我把这个上面给我提掉下来。好好好，好了，接一下。等一会儿，等会儿把这拧紧，万一松了咋办？妈，哦，你先转个贴，还没转到紧呢，这长度够了。爸爸可以。有了樊盈烈的默契配合，梁云贤工作起来更加游刃有余。不一会儿，甘露的维修工作就已经完成了2/3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。就在这茫茫戈壁滩上，一家三口开始了他们简单却不失温馨的午餐。嗯，跟爸，你觉得妈妈辛苦吗？妈妈累不累？累。啊，那你要怎么安慰一下妈妈呢？就帮爸妈妈干活。帮妈妈干活。嗯。开不开心今天？开心。哎，准备是吗？嗯。哎呦。舒服吧？舒服，舒服，特别舒服。那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苦不苦？不苦倒是假的。嗯，说心里话还是习惯了。现在能吃点馕，吃点馍馍，喝点水。因为这样巡线没有时间做饭嘛，再说离家也比较远。就是干完活，然后这个线路通行了以后，就心里面从回家的路上特别高兴，觉得非常欣慰哈。对。夏天哈里亨山清水秀，美不胜收，但是冬天却风雪交加，异常寒冷。几年前一次险象环生的经历，至今都让夫妻俩心有余悸。哈里亨一年12个月当中，有7个月处在冬季。漫长而寒冷的冬天给巡线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，尤其是风雪交加的时候，巡线更是难上加难。一次，梁明贤接到了乡亲们的报警，线路中断，急需维修。夫妻俩二话没说，将孩子托付给邻居，推上电动车直奔维修地点。然而没走多远，意外发生了，夫妻俩连人带车一起掉进了雪坑中。这个雪坑很深，嗯，我们如果当时要是不很快的爬上来的话，又刮风，这个雪又大，可以说很快就把我们埋在这个雪坑里面了。这样一踩，窟窿一下子，你越想往上爬，他就越往里面陷嘛。让我踩着他的肩膀，先让我爬上去，想拼命的想抓草，因为他冬天嘛。草儿仨都冻死了，然后就用那个指甲这样抠着那个地嘛，这样使劲拼命的爬。上岸后，樊宁丽利用背包绳艰难的把梁明贤也拉了上来。其实小腿也特别疼，想一想我们今天别人就讲了，那块有一个杆子那个线中断了，这个后果真的不敢设想，所以我们俩就是走上两步，滑上摔倒一步，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过去。夫妻俩好不容易踉踉跄跄地来到甘露旁，但是眼前的情景又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。等到我们走到跟前的时候，我都惊呆了，上面那个线杆上全都是那个冰。我就砸高的那地方的冰雪，我妻子呢就在下面给我砸。因为这个冰雪要是你把它不除掉不砸掉的话，上面特别的滑，
你就根本没法爬上去，只有说爬一截子把这个冰雪砸一截子。就这样，半个小时后，梁明显终于艰难地到达了杆子的顶端，开始维修线路。如果真要是我爱人要是不跟我去的话，这工具掉了下来的话，我还要从上面再下来，自己还要取。是我爱人在，还可以在底下，我拿一些绳子，把这个工具挂到这个绳子上面，我再把它拽上来，这就可以说是节省好多时间，也可以说是很方便。维修线路是梁明贤的看家本领，不一会儿功夫就顺利完成了工作。当他从杆子上下来的时候，樊玉丽发现水壶里的水已经冻成了冰。那个水壶那个瓶盖解开，就是打开的时候一看，哇，里面都是冰块，白都冻结成冰了，你知道吧？根本没办法喝，哎呦。我心里特别难受。至今樊英丽仍然记得那个寒冬，那顿雪地里的午餐，而梁明贤也深深记得妻子那含泪的微笑。对边防军人来讲，一口囊一口血，我们在外面执行任务，这都是家常便饭。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讲，我觉得她要是能做到这一步啊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，就是心里面特别难受，但是我今天还是不能把这个眼泪流下来，我要是流下老公心里面更难受嘛，所以就强忍着跟他一块吃，然后虽然说是那个眼睛都当时眼睛都湿润了嘛，然后看着他这样吃着一口馕，然后抓着一把雪在吃，我也跟他一块嘛，这样吃觉得还挺香的。其实感觉今天的这个馕比往常吃的还要好吃。全都是那个杆子上的木刺。看你这个。对。起初，樊英丽因为一份牵挂，为了爱人驻守边关。然而，当她实实在在有了这段经历后，她对军人、对军嫂，有了更加深刻的解读。那时候就是在舰上看着军人，就是穿的军装。一套迷彩的很精神很阳光的，跟我老公就是一块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就是真的不容易，这样吧心里面能体会到他们的就是那个担子和责任心吧。29岁，来自陕西宝鸡，是一名边防军嫂。我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。我现在放弃自己的理想，来到这个安静的小站。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会还会继续选择驻守边疆，默默地支持他的工作，支持他所做的这一切吧。与爱人一起巡视线路，樊宁丽显得干脆利索，而私底下在乡亲们的眼中，她则是温柔的月亮女孩，这也是她快乐的源泉。哈里横村遥远偏僻，乡亲们就医困难，樊宁丽毕业于宝鸡卫校，
曾经在解放军第十七医院担任过护士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帮助一名哈萨克族的老乡治好了外伤。消息一经传开，全村几十户人家都知道，小站来了个会看病的军嫂。从此，樊宁利便忙碌了起来。巡检之余，他自费买来了药品，不管是白天黑夜、刮风下雨，乡亲们需要看病，他随叫随到。法图麦酱，对，就那法图麦酱，快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啊，你好。阿姨，啊，过来了，啊，过来了，好，哎呀，来了呗，进组吧，进组。73岁的马全友老人对樊宁利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樊宁利不仅在深夜为他包扎伤口、治疗外伤，还帮老人的小孙子退烧止咳，并且治好了他女儿的妇科炎症。从此，老两口便把樊宁利当成了自己的亲闺女。当着我的闺女的样子看待着我，特别欣赏你。只要你在，我就心里面踏实的很，我什么也不害怕了。有啥事儿，随时你过来叫一下我。好。或者我自己，我有时间我会经常过来看看，就跟回自己的娘家一样，过来看看。好。我说信仰伊斯兰教的人，爷娘哈嘛也是很尊重，我就把他看作是爷娘一个样，照亮着我们的心。告别了两位老人，樊宁利再次陪伴爱人踏上了巡线的道路。我们这次的拍摄任务也将告一段落。就在这条熟悉的边防线上，老班长向我们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。如果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还会选择留在这个小站上，和老公一块驻守边疆吧。今年11月底，老班长梁明贤就要脱下军装离开小站了。樊宁利告诉我们，他已经深深爱上了哈里恒小站，舍不得离开这里。不仅因为这里有他的爱人，更多的是在这条连绵起伏的边防线上，他已经留下了自己最美的青春，最浓的爱恋。他希望儿子如意长大后也能来到父母曾经驻守的地方，守卫好祖国辽阔的边疆。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再见。阅兵村里他险遭淘汰，为什么能坚持到最后，实现多年的心愿？初上海岛他热情受挫，又是如何重拾信心，赢得战友们的信任？军旅人生下期为您讲述，命名《海岛上的雪莲花》。